节庆折扣钱包失手，这些话术超洗脑。我是否了这个限量赠品，我就很开心，带了两双鞋子回去了。穿的第一天，我回去前面也破，后面也破。Oh my god！ 阿姨就给我一个黑松露拌饭，我就说。可是有一点点贵，阿姨说不会不会，他就一路牵着我的手，十指紧扣。他说我跟你讲，你几罐哦，肯定可以，然后就会再送你一罐，就不知不觉前我购物篮怎么是满的。今天晚间九点，东森超市三三频道，妈妈好神之，俗女家务事。